坐火车本想为对面的女孩画张画，却发现她竟自顾自吃起了我的东西。一切的幻想终要回到现实，没想到他的这趟火车就是去找男友的。像这样敢于为爱付出的女孩，我不知道该劝劝她还是安慰她。
对不起你还是啥的呢？对不起，哎，走吧。啊？棒棒什么？那个，我录个视频，然后你不用说上了就行。时间它继续飞行，你帮我再打一打。下一站机场门外，拥抱你的背影。那妈，你看，我不是自己回来的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嗯，你别担心了。再一个，刚才对不起啊，妈，是我态度不好。跟家里打电话。嗯。啊，这个。你降落的。那你说一旦到站了，你怎么向家里交差呀？那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啊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嗯，其实你还找我演也行。哎呦，门怎么开了？吓我一跳。那我找你帮忙，多不好啊。嗯。那不行，你就稍微是吧，给点片酬什么？片酬？那你怎么收费呀？嗯，我其实一顿饭就行。那也行，我妈就真着急。你像千万蓝鸟一样，周折不到。再待一会儿，或者，哎，或者你就睡这儿呢？啊，不好吗？不是，我那意思就是，因为要不然你被窝也被你捂暖和了，你就睡我这呗，然后我睡你那床呗。
那个你介意吗？不介意的话行。那你信吗？幸福无限美。